有警社故事，这里是北方警视，欢迎回来。整个案件令在场的民警都感到费解，这名受过高等教育、有着受人尊敬职业的年轻人，应该知道盗窃将会给他带来的严重后果，那么他为什么还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来呢？什么原因做这个事情？欠了钱想弄点钱还。欠什么钱了？欠了好多借别人的钱。什么原因？为什么欠钱呢？在网上玩那个球吧。什么球？就那个篮球是赌球啊。对，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之后表示自己是因为赌球欠下了大笔债务，才会铤而走险盗窃金店。他销赃了部分黄金之后，第一时间将钱还给了朋友。身上刚刚卖的那个，对，多少个，陈一下。据犯罪嫌疑人交代，自己在进行第一次销赃之后，独自一人坐在车里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时间，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接下来要做什么。我就是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傻小聪明。去年玩那个赌局，刚开始输输站后了，站了那个两三万块钱的时候，当时真的想不玩了，说这个对精神压力太大，然后万一哪一天控制不住输个几十万。